三十七念圆满后是否要加诵浇面大士部分？这个不需要。啊，所以这是普度的发挥啊，不需要。说如果念诵之前有请鬼神，完毕之后是否要请鬼神回归本位？和直接念回向偈就可以。如果有请鬼神，后面呢一定要诵，啊，一定要请这些鬼神呢回归本位，啊，这送客嘛，请客送客，这是礼貌。你把他请来不送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不高兴，啊，要知道鬼神是众生，不是佛菩萨，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得罪他他不会计较，鬼神有的时候他不会原谅你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有礼貌啊。那么后面念回向偈就可以了。